对，这里边住了多少人？3000多户。这个门的话是用刷卡的，就随便推。哦，那隔壁弄个门呢？对啊，它应该是本来装的时候应该是要刷卡的吧？对，后来就坏了也没。对啊，你这里不是有个刷卡机吗？就坏了是吧？对，那多不安全啊，什么人都能进。所以说就是有点介意。哦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是看房的。这就是咱们那个事业线。事业线。对，每天出小车。哦，事业线。每天走啊哈，对，事业线，哇，这真的好高呀！每天你都得这么走来走去的。那个电梯是坏了是吗？坏的，而且坏了好多年了。哦，天哪！你看扶梯一坏，注意安全，它这已经生锈了，说明它真是，啊？很久了。很久了。这只是您看到的可能三分之二，它再往下还有一排楼梯。要是老了，你看老夫妻俩啊，这两位要是老了，应该就是。我干啥？我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。扶一下，扶一下。早上从最上面出来，到了下午才到下面，可能。现在已经开始有原因之一是吧？是主要原因。主要原因啊，这我们现在算是在山上了是吧？您看的这一户，您觉得是一楼吗？对，然并不是，我们下去以后就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它是下沉式的。这个不是一楼，那请问这种叫几零几呢？应该下去可以数一下，它这个应该有6-7层了。我们家还在那，我不去喽。小区之间能不能建个索道啊？这就是重庆山城独特的地形，因为它是山城。